心发永不再灭，花开花落在你身边，昨天是今生的水莲。有，你有灵性，有孽障。我告诉你啊，你的肠胃很差。对的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记住啊，你的感情运特别不好，听得懂吗？听得懂。自己知道吗？知道。要不要我再讲下去啊？要。哦，他胆子都蛮大的。人家一般女士说，哎呀，不要再讲了，他说还要叫我讲下去。讲下去啊，就是桃花盛开的地方。那怎么办？你看到吗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凉拌，放点醋麻油，凉拌。我告诉你，你现在赶紧要念解结咒，听得懂吗？哦，我一直在念，还一天要念49遍。哦，心经能念吗？我念了有半年了，我大悲咒21遍，心经27遍。哎。礼佛，礼佛2遍，两遍是吧？啊，对。我告诉你，我再讲一点，好吧？啊。你这个人脾气很倔的。啊，对。而且你要是跟男朋友不好的话，你会跟他打起来的。啊，对对对。人家打人用手，你喜欢用脚，对不对啊？对。连这个都看得出来，哎呀，这个图腾厉害。哎呀，那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呢？你念32张。药精者对吗？对，给你的药精者。 好吗？好，记住啊，心脏要当心啊。啊，好。年纪轻轻胸闷气急。对对对对对，对用心脏感觉就是有时候很憋气，气都喘不过来。对对对，听得懂吗？对，台长今天能说出来就一定能救你，好好的修。好，谢谢。好吗？我还有个问题我想问一下，因为我奶奶，我跟我奶奶感情特别好，然后我奶帮我看一下我奶奶现在在哪里。你奶奶啊，叫什么名字啊？叫石凤鸣，石头的石。凤呢？凤就是一个凤，里面就是一个又字那个。哎呀，凤凰的凤。哦，对。哎。那个鸣就是口字旁加个鸟字。口字旁一个鸟。对。叫姓什么？石，石头的石。石凤鸣。石凤鸣，石凤鸣。哎呦，他改过名字吗？好像没有吧，我也不知道。石凤鸣，你能不能脑子里想着他的形象啊？好，我现在找不到他。你想着他的形象，他肯定改过名字了。好的。你现在想着啊。哦，好。好，讲给你听啊，看到了。啊。他的个子比你要高。啊，对对。瘦瘦的。啊，对对。在天上。好，谢谢台长。因为我姐姐也在念经，是我姐姐就是叫我念经的，还有我弟弟一起帮他，就是说在。所以一家修心更好。谢谢台长。全世界的人全部修心，这个世界就没有争斗了，什么矛盾都没了。就是有时候我还会激动。哎，我刚刚讲了很激动人心的，他说就是有时会，哎呀，这个人真的是，你讲啊。就有时候我还会经常梦到他。啊，我告诉你，他是下来看你。我可以告诉你，他下来你梦见他的时候穿得干净不干净啊？干净。天师啊。讲都不要讲，谢谢。好了，下去了，下去了。好，谢谢台长。嗯嗯。